没有水，慢行等，慢行等，水在哪？我每个人都有充电箱，水在哪？在这里，没有充电箱，哎，那个在这里，没有说水啦。啊，铁三，我先拿咯。好，好，水应该这个水不好不好吧？水就这个，这钓得到吗？这不行吧？这里这里，往这走，往这走，这边。好，我只是试试看。这里有小水，一开始不是超大片吗？这里有一点。哎，地上有荷叶，可以打掉吗？可以啊。会爆吧？它就变苦力炮。哎。清晰的状态怎么感觉好慢啊？我们是不是要站开一点钓？不要一起钓啊！怎么这次的钓鱼很……哎，我哎，我觉得还好哎，哎，我觉得我这个鱼食比较棒哎，我钓了高压苦力怕，它直接就在下面，我不会有事。我钓了一只苦力怕，然后它直接沉在水上。哎，会有事，会有事！啊，等下苦力怕你买来啦！哎呦！这样钓到就是去找繁星，走开啊！苦力盼冷静啊！哎，我钓到你把弓了，什么弓？我看看，耐久啊呀！原来是生成苦力盼游戏啊！我第一杆高压苦力盼，第二杆一般的。哇，运气真是太棒了！好说好说啊！欸，可是他钓了好久，好久哦。之前不是有很快吗？都三三而已啦，对啊。你有这次五啊？因为上次是用指令叫的啊。对。嗯。哎，本机就没有。本机。我觉得我。你小心，你小心，你小心。我觉得繁星这招不错，我要这样了。那苦力怕什么的，去找队友。太可怕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们等一下下面就一堆苦力怕了。哎呦，一把弓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强力是冲击二，重点还是要无限。好多啊，苦力怕！哎，本机注意哦，本机注意哦。你还是叠起来吧。你小心哦，我们都是掉一堆苦力怕的哦，你还不赶快点炮的？他要爆了，感觉不会。所以只要四五个就没事，你只要垫个四五个。出来了，可是等一下怎么跑啊？跳走啊！跳到水里，赶快跑啊！可以啦！哎，又一把，又一把弓，修补。边界来了，边界来了。哎，我这里是安全的。哦哦，完了，我们往那边游哎。哦，换个位置。我这里边界就已经是安全了，所以你们只要瞧一下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没事啊。哎。我怎么钓这么多钓竿啊？我三把钓竿了，这么厉害啊！我怎么钓这么多苦力怕啊？有被炸死了！一炮双响哎！一炮双响啊！流了呢！哇哦！团团弄的，哇！一个苦力怕，两个妹子就飞天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哇，连跳哎、欸！还想说这个感觉很 peace 啊，没事啊。嗯、本机你还在游泳啊？繁星，那里是边界安全区吗？安全，安全区啊。繁星，下面是啊，怎么都来我这，不去你那？你魅力无穷啊，拜托！哇、啊、不可能！对啊，怎么办？那只好这样子了，过来。全部拿过去吗？你们都是我的，过来！太多了吧！我一直在生成高压苦力怕，那高压苦力怕生成几率其实蛮高的、欸。太扯了！鹦鹉螺啊！等一下，鹦鹉螺壳说不定也要变成苦力怕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！鹦鹉螺壳变 TNT 算了，直接跑。TNT 还挡不住哎、欸！什么声音？刚刚你那边有试一下？对，繁星，因为他们碰撞挤压，所以就高了一个。没关系，那应该就一直有嘶嘶声。你小心哦。没关系啊，要再高一点啊，就根本哎。哎，你们有无限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只有耐久而已，都只能一发。哇，我是一发的。那我们现在都只能一发。强力消失，不要啦，好难哦、喔！
一二三真的不够看啊，那不够嗨、欸。我钓到很多钓竿而已啊。哎呦，用苦力怕，好可怕、啊。反正这么会钓苦力怕，等一下干脆鱼有十算了啦，气死了。鱼只能到九吧？九、嗯，那就九啊。嗯、等一下，苦力怕走开啦，不要就过来啦。鱼饵，谁叫你不垫高高？你这样很累。哎、欸，一把光，一把光。我每一个，我每个风水都要发现你这里好嗨哦。有封面的对不对？我先拍一下封面。棒棒棒棒棒棒棒！一堆啊，那是找你的。哎、欸，嘿，哎呀哎呀，一个附魔术。哎、欸，我走了。哎、哦欸，对，我们这里要走了，走，该说了，该说。Z 轴 ，Z 轴，啊 ，Z 轴怎么那么远啊？哎、欸、，Z 轴是不是那个没弄对啊？嗯、哦，不是不是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走走走走走。Z 轴要过山，啊、哦，过山，上山，上山。你可以往右一点 ，X 是要往右。我这里 X 是安全。对对对，可是就是想要先到中间一点。哦，本金，本金，本金。你的头颅有掉吗？你的头颅应该有在吧？哎、欸，有在，我在。好，我去捡头颅，我去捡头颅，你们走。文姬，太惨了！你掉到什么好的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不懂，他们开打，求你救命哦！他开打喽！开打，开打！挖头！不要，不要，我们没东西啊！掉东西啊！他们在跟我们追，隔一座山啊！坦坦是有在追。没有，他们都停下，停下来了，停下来了。啊，没办法、啊欸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无限啊。他们是用射你的吗？对，那用射的、啊。你要打，怎么没跟我讲一声？我把他打下去了哈。我只是推他们一下而已，没有把他推下去。你要打，要先讲啊。我看看，哇，真的都没有好的。哎、欸，他们还在看我，他们看到我了。完了，他们射我，我不行了，我这里没有路跑。你游到村庄那边，游去村庄，游到对面，游到对面。啊、哦，好好好，我相信他那个没耐久，我相信他们没有那么会射。游走了，游走了，游走了，游。红队在哪里？红队在村庄旁边。好，我去找他们。然后至少暂且没过来嘛？对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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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剩下还是继续掉。对，那哈基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这里等一下，等一下说圈说中心点在哪？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中心点，中心点。对，我想要努力掉一下。哎、欸，不行、啊，在杰瑞这里，就是海龟那边。你往你背后海龟那边就是中那个安全点啊。可是杰瑞在掉，他蹲着掉。你散伤就看得到他了。没关系，我不要算三、哦，我要在这里钓鱼。没有无限，我们没得打、啊。你看他们还在那边山上虎视眈眈，又一个苦力怕，太容易出苦力怕了啦。对啊，我们全都是苦力怕啊。哎、欸，我记得铁巨人对苦力怕是没有攻击性的，不会打。对啊，苦力怕没有没东西。边界如果靠过来跟我讲，好，很有趣，很久。我是我们这一队的希望，加油！就剩下你了，三个人附身合体，给我运气，给你召唤苦力怕的运气，给我离开，谁？谁带鹦鹉螺克？不是我们也太衰了吧？他们无限有这么好钓吗？他们。感觉上是有钓到，最少有一把以上，而且那一把还有火焰。我只觉得苦力怕很好钓啊！这样不对啊！杰克怎么是带露米的头啊？哎、欸，这有吗？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新的弓不行，强势而已，强势耐伤都没有无限。你要么就你一发把杰克杀了。嗯。我有两发，因为我刚有本机的。哦，好，那你可以两发把他杀了，把他无限夺过来。哇哇！我都好像很容易啊。十分了，第三阶段缩圈。等一下
像你说怎样可以把那个铁簪收掉？在那个铁簪下面的方块放那个火把，就类似水不行哈，水不行，就类似那个、啊、沙粒那种东西，下面插火把就可以有那个。嗯，哇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们坐船了，他们坐船了。嗯，凤凰叔击退，击退二而已。我一发，我一发，他们哇，可他们的血量都不是一发就可以干掉的。嗯，走到哪掉到哪。他们要上来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他们在水中间等待。啊，嗯，多掉一次，多一次希望。完成。哎呦，团团靠岸了，团团靠岸了。掉一个，凤凰叔，我可以跟你讲猫咪的位置在哪里。强力之修补又没有啊。哇。哇啊！路线太难了啦！啊，另一队呢？他们三个人都靠岸，准备上来了。左上方，你的左上方，红队在左上方。啊！哎呦！有有有！你怎么掉蜈蚣啊？不是他，我怎么知道他在这？我吃头颅，我吃头颅，好都会掉啊！蜈蚣还在追我吗？没有了。我这里是安全吗？没安全，不安全。目前安全。好、啊，没有被他们看到，没有被他们看到，只是边界会压到你。对。對但我就是能掉几次是几次，完了要被盖掉了，沉思了，沉思了，哇不行了，没办法掉了，那就强力舞两下，只能两下，边界来了，边界来了，我暂且走了，哇怪很多，我看到他们了，他们上去了，杰瑞往前冲啊，你的右边有蜈蚣哦。哦，哎，在哪里？哦，没有哦，躲在家里，安全点嘞。哦，安全点在海边。那个蹲下。可是那边有人吗？没人。有。可是很裸露，很危险。你等一下再出去。X、你等一下出去，你那门出去往左边走，对。那一直直走吧。对、X、直走就走，左前方就到了。哦，他们在背库公社，他们在背库公社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觉得我先在里面好了，反正边界还没压过来。对，就巧克力就在你出门之后往前走就可以，就是安全区了。但那里有人吧？人我刚刚看到团团，以前没人啊。他们在另外隔一座山。对，只是诶、那边没有遮蔽物，对，会直接被看到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先希望他们两队打起来，我没办法、啊，我只有两下、啊。完了。下面有水吗？没有，下面有岩浆啊。没有峡谷。我们这队怎么那么悲惨？他们没办法叫不到。到了啊，他在你的门前面的山呢。他就在你门口打开看得到的位置。我现在，哎呦，杰瑞在受伤，我希望就是红队可以去打绿队啊，我们才有希望。外面是那個嗎，你这个门是会被看到，你小心哦、喔！团团在你隔壁了、喔，团团在你前面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！对，我还，打开我就射他。好，我蹲下的，嗯，对，反正边界还没收缩，我就只有两件。哎呦，他自己在被追杀，他被怪物追一大堆，好可怜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没怪物清除会很嗨、欸，就很嗨啊！希望不要清，让他们死。阿纪走过来，阿纪走过来了，要走。阿纪不要了，我还在收圈了。我觉得阿纪等一下有可能开你那一个门嘞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有机会。杰瑞，那是唯一一发吗？杰瑞，告诉我不是。好像是哎、欸，看起来是，试完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声音好近哦。那个他们在射僵尸。没关系啊，他还没开门就没有事啊。我差不多要走了，我开门会看到人吗？会，他们在山坡上看着你。对，绿队，现在背对你，现在背对你，现在可以出去，现在啊，不行，转过来了。啊，可惜，啊，又背对你，哎、不是，又背对你了。可以，现在可以出来，现在可以出来。哇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跑哦，跑哦，连那边都没看到，那边都没看到。啊，好猛啊、哦！没得射了，没得射了。走走看，你捡到弓，你捡到弓了。可是我没得射了，没得射了，啊没都射出去了啊！完了完了完了啊！哇，好远啊！啊，不行了，啊、不行了，
被烧死了。我那一件有啊，带走一个，至少带走一个，另一件歪了。阿纪躲回一个房间了。我刚应该射出去之后，另一件就不要射过去捡，嗯，看可不可以捡到他，嗯，虽然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无限，完了他就要一直被灌了，应该是没有，因为小雨从头到尾都一直在钓鱼，完了他就要被边界压了，陷阱啊，他得出来才行，他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，走我那条，完了死了，完了，小僵尸，小僵尸。小江在他前面，跳进去了，跳进去了，哎呦，居然还活着，可是等下要限高限低了，限高限低是应该是65到75啊，他也没有会往上，哦，他想要往上一点，他要拿，团团看到他了吧，团团，喂。还没，好像没有，好像没看到。他在合成木材吧？因为哇，不是啊，重点是上面应该看到了吧？没有看到吗？有看到，没有啊？没有。他们的视野不是这个小雨有包位啦，可是应该是看不到。对啊，小雨有包位啊，他们有天眼兵啊，这个角度可能看不太到吧？团团下去勾他上来啊，跳过去就可以射啦，这么简单，他就一箭了。团团勾他上来，阿基还在上去，哇，这个。很难，我觉得他自己上去不好，一定要想办法在下面偷射。然后、啊、他躲在那边、不打上去了吗？那、就赶快先偷射啊！你们赶快偷射就，你一个轮。他这里高度还不够吧？哎呦，可能好像想要，直接下去了，有包位啊，有天眼兵在。嗯，就前面那个泥土打掉，他就在那边举着弓，加底下了，直接跳下去射就可以了啦。跳下去用打的都可以了。哎，用掉的。哎呦，团团，还无限，团团还钱很多，哇！有天眼兵啊，都没有用。嗯，我们上去吧。啊，那个死人是死角，超级死角，而且我完全很困难跟你们报位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位置真的很难讲啦。这是一个超级角角。嗯，你们到底有多少无限？就一个，而且还是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突然就跑出来了。对，我们掉到一个鼓励帕，我们一个无限都没有。你知道我们前期也是，然后我就想到啊，那我干脆去掉鼓励帕好，就刚好哎，哎找他进来，哪里？原本是要掉给哈基跟杰瑞啦，就你们都很快，其他两个人，那没有绝对红队有多少无限啊？Ruby 以为那五分钟是指什么都不能做，哎，所以我们都没反应。可以啊，是什么都不能做啊，不能打啊，那苦力怕过去掉苦力怕给别人啊，我们没有办法限制苦力怕的行为啊。我们只有一把无限，而是哈基在最后的时候才掉到无限冲击二，就这样而已。我要说，我掉到五只高压，两只一般。哇！这样了，我们那边的超压已经一整排围住了。超的，衰爆！啊！再来啊！等下那个鱼饵要高一点啊！掉太慢了啦！对，要快一点，钓不到啊！被你们追，你知道沿路走到哪钓到哪，多钓一次是一次。真的觉得刚刚团团那只太猛了，高压就是用高压去炸了，真很扯，太快了。你们在那附近，然后还没注意到他。我没有，我其实原本没，我没有预料到会真的一掉他就上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位置很准哎、欸，我就看到就跑掉了，可是刚好想要吓他们而已。我看到的时候，看到团团在干嘛？掉拉起来的时候就跑掉。可是卢明跟酱油没有反应到，刚好掉到他们中间，他跑就没得跑，直接爆炸。再没反应嘛？有的。所以刚刚那场只有三把无限弓。对。巧克力的苦力怕都在我旁边。好。跳高鱼饵。受不了！而且我，你们一开始是在哪里呀、啊？那个团团，你们角落，在角落，很角落的地方。
这个方向，就是那边岩浆池那边。我们就在你们旁边呢、欸。我们就在旁边的山而已，对，石头山好像都很近吧？刚刚在石头山那边，山队好像都很近，都在那、嗯、都在那个那座岛上。陆地不多，对啊，就是让大家开心钓鱼。可能就直接看到哈基，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哈基在对面，我们就说，哎、欸，过去找哈基玩。很坏，大家都小游戏玩很多，很会钓。那海米草钓猪肉游戏，对啊，钓猪猪小游戏，然后往后再跳一下，再拉起来吗？真的，再来打一只本机，好米草这么慢，被炸死，对，被炸。你要鱼饵跟什么东西？鱼饵高点就好了。鱼饵宝藏，然后鹦鹉螺也要，鹦鹉螺也要变。真的假的？我刚根本就只有鹦鹉螺跟匿名牌。我刚也是，超多，超级爆炸多。阿宝还有什么怪物啊？什么怪物适合？什么怪物啊？就还除了苦力怕以外，天梯。天梯啊！就给我。TNT 超可怕，真的超可怕！哇，海洋祝福100，哇哦，歪了吧？不是要那个吗？不是要鱼饵高一点，然后海洋低一点吗？鱼饵五啦，鱼饵五就鱼饵不能再太高了，不能再、啊、再高了，哦、再高会没有用，钓不到东西。对，嗯，它只能五。因为刚刚影月太快打，没有讲一下，不然就把你们打下悬崖了。我就想说你们突然跑过来，对啊，都突然跑过来，影月兴奋了。我想说推一下，没推到，结果没推成。哎、欸，你先推谁啊？他那么大，他推杰克、啊，推杰克、啊。你竟然推不动杰克，没办法，我要躲，我要躲。令人难以置信，真是出其不意。哎呀，本机都没有起到作用哎、欸，出其一击。但是我试试看一下，它延迟0.5秒，然后才出击。你刚刚真的是出奇一击，延迟0.5秒，你是说掉上来，然后就掉到一半，然后它才会变？对啊。哦，更新一下，掉到耐久了。啊，我不下来。所以它现在就是掉到一半才会生成。会这样会不会就是飞过来吗？被身体吸到啊？被身体吸到。对，不会啊，吸过来你就把它打回去就好了。吸到就变炸弹了。粉团太大，字掉不下来。你要吸到的话，就代表你掉、欸、下来了，掉下来了。掉的要离自己身体很近，也不容易掉啊。掉刚好更新了耐久哦。哦，露米太大只了，掉不下来啊。露米太大隻，哇、啊！你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很汤哎，这样讲话。把家里都掉上去。哇，团团你太苗条了，勾不到。对啊，你看，干嘛？我说勾不到。哇，这鸡也吹捧。你还在那边？哈哈，对啊，然后一直哈哈哈哈哈哈。对，钓鱼狂热。我要坚持住。所以 OK 了吗，本鸡？啊，算了。啊，你好胖啊。下不来。啊，鸡 OK 了吗？嗯。我就来了！等等等，还没复制，还没复制，还没复制。哎，等一下，队长又不是你啊！如果是我怎么办？你过来 PP 过来帮我用。来啊，飞机分队！哎、欸，真的不是我，谢谢。他、啊、真的不是你，巧克力，我回去找你。